这是1935年，西北马步芳手下的马家军刘颖。照片中的马家军手持马刀，可以看到这种马刀内有凹槽，十分锋锐。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名唤雁翎刀。而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军阀，马步芳实力强大，曾对西路军造成了重大伤害，后被彭总带领的西北军消灭。